恭喜寿星，干妈，干妈，来来，进来，女神。女神，你的歌迷，你看哇，感恩哦。谢谢。谢谢，非常感动的呢哈。感动。感动啦。对哦，所以这种声无要紧啊，这无常常有啊。感冒好，我多呢。不，所以你就是爱这种体爱顾好啊。不要一下子冷，一下子热，很容易感冒。对，真正足热啦。对啊。你今日落去车内，咱卖直接冷气吹上大。袂啊，我拢吹二叔的。就慢慢啊，安尼啦，不要一下去就吹很大，就马上感冒。对，安尼会晓袂？哎，啊，洗身躯的时阵会记得爱穿衫。洗身躯爱穿衫。对，较袂感冒。啊，困嘞，困嘞，免穿遐，裸睡哈，裸睡对身体比较好。有点可怕哎。有可怕吗？对啊。哪里可怕？恶心啊。哪会？会啊。你们拢家困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家困裸睡，谁看到？又要穿衣服睡。啊，不用啦。要啦。你拢无看迄人，迄医生拢讲裸睡对身体很好。裸睡哦。对啊，裸睡啊。裸睡哦。每个穿个衫哦，一加一个束缚哦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都不要穿。这样我会没有安全感呐。我叫你加配罗啊，配加的罗啊。啊、真的哦、喔，对啊，你嘛不能，阿姆不要动不动啊，啊你就穿的好啦，对啊，你全副武装好了，对，比较有安全感，对啊，尤其穿裤仔裤哈，歹徒如果进来要拖很久啊那样，小一号的吗 ？S 号，对，一种哎，我你改穿的话有这个一种，对，啊你够安全，是有多少歹徒啦？不是啊，我你先讲啥，有什么安全感？啊没有啊。台湾的治安足好个，无你家想想济啦。不是啦，就是迄个。啊，感谢咱的观众，会食安尼吧吼。哎，我有放假四天，我你太勤啦，但是。对。哎，我把线上开花，可能你报到可以当富贵又荣华。哦。哎，了解吼。好。对，所以免穿吼。嘿。好。好啊。哇，叫小红白，情深暖芒，谢谢。好来，一晚等咱带来南台湾小姑娘的歌曲《情深暖芒》。就想爱着你，到底是要放倒一条？我听 DJ 老师，你拜托呀，你配合多啊？有美女啦！有美女，那又晕了。对啊。哎，美女赖赖，你镜头卖红白旗哈？你大概弄安尼？对啊，卖红白旗，你为了要吸引人家的注意哈。
好，请你吃，让你吃，大大吃就好，子孙，谢谢。